MC 张天赋经常忙到冇时间外出食饭，所以成日都要帮衬外送平台。喺16号一大朝早，佢就发文发泄，闹爆外送平台。当日一早 ，MC 就喺 IG 限时动态上载某间外卖平台嘅订单，显示佢喺凌晨5:17落单。确认订单之后，直到6:16仍然未有外送员，足足一个钟头，令佢忍唔住联络客服，并要求假如冇外送员嘅话，就唔会接佢张单啦。最终外卖就喺个半钟头之后送到，虽然有得食，但系就冻晒。MC 无奈表示，餐厅系咪应该整过一份？